到2017年的，在每年的4月第3个周末会举办黑胶文艺复兴运动，让非常多的乐迷呢一起来响应。而今年 Lion 狮子合唱团也选在这个礼拜六4月22号世界唱片行日来发行这一张黑胶，所以马上要来欢迎的就是我们华纳重量级新人团体 Lion 狮子合唱团，掌声欢迎！耶、yeah!！现场的乐迷还有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六三，大家好，大家午安啊，耶、我相信呢，这所有的乐迷还有这个媒体朋友们呢，都非常的兴奋呢，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没有在现场，但是透过了新闻的画面也好，还有网络上面的影片也好，我们都看到了这一次在这个歌手的成绩相当的好，而且表演相当的精彩。谢谢。我相信狮子合唱团也是内心相当的激动，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这个大家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心情吗？心情蛮复杂的，其实。怎么说？没有很嗨啊，我觉得很嗨。而且我们真的一路成长很多。我们从那一天决赛嘛，前天吗？还是大前天？开心到现在，还在，就刚刚还在隧道的时候，还在我们第三名。也没有具体的第三名，只是以那个排和成绩排名，成绩排名的，对。不过是以这个新人之姿啊，而且跟这个在巨星云集的一个舞台上面，其实算是相当的难得啊。那当然这一次呢，在这个因为4月22号啊，这个全球唱片行日特别要发行了这张黑胶，我应相信这个应该对黑胶应该都有一个就是音质很好，然后一定要必收藏的一个印象。这次要发行自己的黑胶的感觉呢，可以跟我们的现场朋友一样。这算是 Lion 的第一张黑胶。对，所以我觉得是很有纪念价值的。然后刚好在这个全球唱片行日，的时候发行这个唱片，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因为在以往的这个日子，很多的国际的一些巨星明星，他们都会在这个时候发行属于他们自己的比较特别的专辑。对，所以我们在今天也是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哇塞，所以我相信现场的乐迷朋友们非常期待4月22号这一张一定要收藏的黑胶。那当然其实我知道在每一次的演出啊，因为萧敬腾啊或者是狮子合唱团在每一次的彩排啊都非常的讲究音质，所以自己平常是不是有在收集或者是收藏黑胶的呢？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吗？我先讲，那都可以啊。我们家自己就是小时候是就有一个唱盘机，然后对那个印象就是觉得很温暖，然后我相信这对大多数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这样。所以其他团友有特别在收集黑胶的习惯。其实我家里面就是卖音响和黑胶唱片。哦，小开哦。但是就是我从小一直听那个我爸爸会放黑胶，然后其实真的觉得黑胶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有差别，但如果没有买过，所以以前在学校就是要勾那个家里环境，自己勾什么？那个小康啊，小康，小康啊，小康啊，还是把那个康字涂掉，自己打一个开，叫小开这样子。哦，对，其实呢，也要这个让这个现场的乐迷可以感受一下。如果没有买过黑胶唱片的话，第一张黑胶可以献给 Lion 狮子合唱团，绝对不会后悔。那其实呢，今天呢，在这个发行之前，也要让大家看一下黑胶唱片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唱片公司呢，特别准备了一个这个拼图，要请四位团员呢来为我们拼凑，让这个现场的不管是媒体朋友还有乐迷，可以抢先来看一下 Lion。到时候届时这个礼拜六4月22号所发行的限量典藏黑胶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来请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特别的把拼图交给我们四位团员。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再帮我们拿一下麦克风。好，换一下位置，对不对啊？好，四位的位置换一下。好，拼图换一下以后呢，来帮忙拿一下麦克风哈，谢谢。
好，那四位朋友可能要看一下我们的台下的媒体朋友，那我们先从面对台下的左手边开始好了，谢谢。因为媒体朋友稍微人数众多，可能要稍微从左手边四位视线一致，谢谢。左手边完后，麻烦再很快的扫到这个中间前方，中间前方。可能要再稍微往右手边移一下，我们转动一下角度，右手边，谢谢。好，右手边看完再回到右前方，右前方右下角这边，谢谢。中间下方，谢谢。好，这边谢谢。好，在最左手边再看一下了，好了，最左手边有吗？看到了吗？对，下手了。来，四位吗？好，中间下方，谢谢。好，自家的拍到了吗？好，那我们请狮子合唱团来帮我们贴上黑胶唱片，让大家知道我们4月22号 Lion 狮子合唱团要推出的第一张限量典藏黑胶。哇，贴上去之后，朋友们还是想要再看一下自己上面有没有曲目，有没有？好，那四位再看一下我们的前方的媒体朋友们。让媒体朋友们抢先看到的就是 Lion 狮子合唱团这一张首张的专辑限量典藏黑胶。我们到时候打开包装之后，里面就会是这样，曲目就会印在中间，跟 CD 不太一样的，所以所有的乐迷非常值得珍藏。啊，再开心一点哈！好，中间前方，谢谢。Yeah， 4月22号，没有错。右手边有拍到吗？好呀。再一个动作是不是？哦，好，希望有人站中间前方行吗？啊，希望有一种顶着，哦，好，这样子会怎么样？拖起来，要不要把架子整个移开来，好不好？我们架子移开好不好？会让大家的动作比较方便动作。好，那我们稍微拆一下，后面有一个固定住的胶带。OK， 好，现在再请团员们，哦，太高了啊，好，可能要拿在胸前比较好，是不是？大约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样 OK 吗？好，让我们从左手边开始好了，谢谢。四位视线一致，从左手边，然后再到中间前方。中间前方，然后再看一下右手边，谢谢。最右边，麻烦四位可能要看一下最右手右下角，有拍照了吗？好，右前方举手这边，右前方举手的，谢谢。最右边都有拍到吗？好，谢谢媒体朋友，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拿一下啦。哇，刚刚看到你们贴上去了以后，还要稍微看一下，自己还没有看过。没有，我觉得我还贴歪。哇塞，不只是对音乐声音的讲究，连这个贴上去的拼图都要稍微这样看一下有没有歪，有没有正。歪了，有歪哦。我们刚刚做那一块，我可以重贴吗？哦，要有重贴的机会吗？好，我们拿回来。哪一个歪了？哪一个歪了？我啊，怎么这么歪了？你看啊，哪一个？我没有合好啊。你说这个啊？哎呀，这么严格。好，那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拿一下，来，你们帮我贴。可见得呢，哎呀，来呀，狮子合唱团不仅是对音乐，对于唱片啊什么各个的这个工作内容都非常的讲究。那我知道呢，今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惊喜要给大家，但是呢，要透过狮子合唱团四位团员一起协力的帮我们开启右手边这个巨大的秘密金库啊！钱，这里面有什么黄金吗？我们的薪水吗？薪水还要用密码自己转开来，有没有？第一次有这种感受一下，四位可能要这个。好，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里面是钱，我全部捐。是钱的话，全部都捐，是不是？不管多少吗？好，那我们请这个团员先跟这个金库来合张照一下。我们先拿一下麦克风好了，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要在这个请四位团员一起协力的帮我们转出这个巨大的金库，到底里面拿的是什么呢？要跟我们乐迷反光是不是？稍微要侧一点点，哦，这样子好，大家都很期待。好，我们待会儿就即将为大家揭晓了。好，右手边，右手边，谢谢。从右手边开始看一下，谢谢。右手边完后，再到这个右前方。好，中间前方，谢谢。中间前方，再看一下哦。
好，左手边有没有？左手边，谢谢。好，谢谢。好，好，这边谢谢。中间前方是。对。好，那我们即将要开始带为大家转动了，好不好？我们要准备开始了，三、二、一，好，我们慢慢转，四位团员要转数字，看看我们有四个密码，大家转一下哈。哎呦，要怎么样转呢？往左，往右。哦，有哦，哦呦，哦呦，0422，这个是发行日的意思，所以密码正确。我们要请萧敬腾来帮我们打开一下好了，因为你刚好就在这个位置。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橘色的吗？行李箱。好的，那我们拿出来。哇，呼应了这一次我们 Lion 狮子合唱团的这个黑胶的一个唱片封面的设计是橘色。好，好，那我们请四位团员再拍一张照好了。OK， 再看一下这个中间前方，谢谢。中间前方，然后右手边，谢谢。右手边的封面的图片比较多一点啊。这个我拍到了吗？最右边是不是？最右边都拍到了吗？中间前方你都拍到了吗？中间前方再一张，谢谢。中间前方，大家感觉好。摇滚乐团 always 都是很 cool。OK，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摆上桌子了，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橘色的皮箱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还是里面其实有不一样的。刚刚我们所期待的是在这个箱子里面嘛，我们要请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所以很期待有没有要朝那个方向啊。好的，那我们就请四位团员来为我们一起揭晓，打开这个非常神秘的橘色箱子，三二一。酷耶。所以黑胶唱盘当然一定要搭上黑胶，这个音乐音质呢就特别推出了这个非常限量的Lion 限量摇滚可惜式的黑胶唱机。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诚品敦南音乐店长叶家宝呢来为我们送上这个 Lion 的限量典藏黑胶。来，我们请这个店长一起来合张照。好，谢谢，交给我们的狮子合唱团。好，那我们请店长来站在中间好了，好不好？来一起合张照。好，那我们拿一下这个黑胶唱片，在4月22号就会发行推出了。好，看一下这个中间前方，谢谢。好，五位师生要一致中间前方，完后再看一下右手边，右手边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右边都有拍到吗？好，谢谢，我们再回到中间前方，中间前方最后一次，谢谢。中间前方，好，左手边，左手边有拍吗？好，中间前方最后一张。好，谢谢。好，谢谢店长，谢谢。哎呀，这个非常难得的。我们原来发现不只是推出黑胶，因为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乐迷要刚开始投入这个黑胶的这个市场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唱盘机啊。这个唱盘机又是可惜式的，更方便的，因为听说现在只要插上电啊，然后黑胶一摆上去就可以。不知道但是会不会使用呢？要把这个黑胶放上去来我们自己都没有买过黑胶，还不太会用啊，要请这个懂得黑胶交给小开啊，小开会知道怎么样模仿。小开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好好过。问问看歌迷想听哪一首啊？歌迷，为你，哎呀，拯救，为你是，因为它其实有分两面，是现在这个是 B 面，嗯，这是 A 面，好，各一面有五首歌，所以如果你想听的是为你的话，你要看一下是。在几面？在哪一面？哦，要先看一下 B 面，是 B 面。可是这个就黑妈妈的一片，要如何去读取那个
鬼术，这其实有点难呢。其实黑胶它会比较传统一点，因为它比较不像 CD， 对，它比较就是你要选歌的话，你可能没办法完全就选到那些。哦，但是它的声音绝对是比较好。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抢听这一首歌曲啊。首先，歌名要把开关声音打开，哦，声音电源先打开。对，然后它这边有个杆子，就是可以把。好像在做面，可以把这个唱针举起来。哇！然后是第几首？哎、欸，你转正面一点，人家看不到你。正面一点比较难放。哇，好帅！丽君你好帅。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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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播放唱盘机的这个动作，怎么可以如此之帅？对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如此帅、欸。所以抬起来就没有声音了，抬起来就没声音了。哎、哦，但是有个很酷的地方，我刚在后面有示范给大家看，就是你放下去的时候啊，然后如果你把那个哎，它转速吗？是。哦，然后它还有一个，它可以转那个。它可以设定转速。哈哈哈哈哈哈！哦，这种蛮好玩的，蛮可爱的感觉。花栗鼠，花栗鼠，花栗鼠，花栗鼠的这个合唱团，下次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挑战看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多功能的黑胶唱盘，然后它内建有音箱，对，喇叭，那它也可以外接，它也可以外接，但现在是外接。但这个是可稀释的，所以你一般在录影啊或者什么去办公室上班等等，都可以带着，都可以放小小声的。哇塞！所以有一台的这个限量的黑胶机的话，届时所有的黑胶只要带着就可以随身跑，随时。对对对，它可以放任何黑胶，不只是我们的。任何黑胶都可以放，而且它黑胶的音乐可以直接转成 MP3。哦、音乐还可以直接转成 MP3 啊，我相信这个对于歌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还没有上市。当然，这一个呢，机器呢要在5月份的时候会上市了。大家4月22号的时候记得先买一下这个黑胶唱片。好，那今天也特别让现场的乐迷朋友们感受一下这个黑胶，谢谢，让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这个准备一下。他现在那个，哦，现在是最小声。我们请问一下，大哥有没有要补拍照片？黑胶唱盘机，黑胶唱片，下黑胶唱片的，拿着，好，真正的黑胶唱片，好的，拿着真正的黑胶唱片，好。那机器我们就先撤，好好，谢谢。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再帮我们拿一下麦克风来提醒一下。好的，今天呢，让大家可以抢先看到了4月22号即将要发行的 Lion 的最新，这是他们的限量典藏黑胶，在4月22号发行之外，刚刚也抢先让大家看到了这一次呢，好，左手边，谢谢，看一下左手边。再一次提醒乐迷，刚刚看到这个 Lion 的限量摇滚可惜黑胶唱机呢，将会在5月份的时候推出。好，中间前方，谢谢。那右手边也帮我们照顾一下，右手边有一些平面媒体没有，谢谢。右手边完后再回到中间前方，谢谢。中间前方媒体没有较多，再看一下下。好，正前方嘛哈，然后左手边再看一下下，谢谢。好，都有看到了吗？谢谢。好，谢谢媒体朋友。好，那我们在平面拍照完后，我们直接进行电子媒体联访，也再请记者朋友们注意一下，小心台阶，谢谢。辛苦各位，你人那么好。
辛苦各位了。叫我，等一下我。